跟三枪三羊会不会？九只竹马。嗯。三枪三羊会不会？三枪是三枪跟都不会了。都不会了哦，好，谢谢。会不会？三枪三羊。三羊哦。不知道，赌桌西地。不要念，你要念就不来讲。都不会哦。我来，我来问一下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吃饭、洗澡、睡觉。吃。那国语名字叫什么？金雅轩。金啊。金雅轩。金色的金吗？对。雅是哪个雅？雅是牙齿的雅，就旁边再一个锥。哦，文雅的雅。轩呢？轩是那个。车干轩吗？还是草一个草一个轩？对。一个草下面一个宣布的宣吗？是不是？对。几岁几年级哪个国小？金江国小，然后子岁嘛。几岁？十岁哈。那几年级？四年级。四年级哈，那哪一组？布农族。爸爸妈妈都是布农族吗？对。那你们布农族的名字？有啊。叫什么？摩啊。摩啊，好，谢谢哈，等一下哈，你问一下，你国语名字叫什么？甜心，甜心啊，对，稻田的田吗？对，心是哪个心？一个音再一个欠。哦，一个音一个欠哈。对。那几岁几年级哪个国小？十岁啊，新乡国小，四年级。那布农是爸妈是哪一组？爸爸是布农族，妈妈是赛德克。哦，妈妈是赛德克，妈妈是哪边的赛德克？什么乡？仁爱乡。哪一村？那个亲爱村吗？还是春阳？春阳。春阳的哈。对。妈妈是都的还是德鲁古还是德格达雅？德鲁古。春阳的德鲁古。嗯。赛德克里面的德鲁古人。对。好，那叔叔等一下问一下布农话，你会就讲，不会就说不会哈。不是考试，只是问你现在会什么字而已，懂不懂？等一下哈。刚刚讲几岁？十岁哈。好，那你们这边布农族是什么社群？卡色、单色、栾色、菌色、着色。菌色。栾色。你爸爸是什么色？啊？爸爸是什么色？栾色。栾色。那你们爸爸呢？栾色。栾色哈。那我就问一下哈，不会就说不会，没有关系，不是考试哦，旁边不要提哈。好，来，妈妈。迪娜，爸爸，达玛，好，阿公，阿妈，不会，男生，不会就说不会没有关系，不会，女生，不会，好来，阿公，不知道，阿妈，伯拉，那个弟弟，男生叫比娜，什么不会，女生，比娜诺瓦。好，小孩子会不会？小孩子是忘记了哈，没关系。好，小孩子来，你不会就哦，小孩子叫做那个五八二。好，那首先来问器官了哈，眼睛。眼睛是什么？鼻子。鼻子。我先拿。等一下，我来问他嘴巴。嘴巴、哦，忘记了哈。对，忘记看过来。眼睛，马大，鼻子，母树，嘴巴，嘴巴叫什么？哎呀，没有，不会。牙齿，舌头，舌头叫妈妈，舌头，妈妈，舌头叫妈妈。牙齿呢？这个不知道。耳朵，顶啊。好，头怎么讲？头，头是什么的？我知道，头发。头发是我的，眉毛没有，我会问他，他不会，我再问你。头发是，还有胡子，叔叔脸上的胡子，给你啊，都忘记了，是吧？都忘记了。来，那个头怎么讲？不木。头发。狗布。眉毛。木印。那叔叔脸上的胡子怎么讲？很多老人家脸上有胡子，胡子怎么讲？不知道。忘记了。好，来，眼泪、鼻涕、口水。
我不知道。不会哈、哦。还没教到。我去问老人家懂不懂？好。部落很多老人家可以问哈、哦嗯。来，眼泪、鼻涕、口水。我不会。好，来，手跟脚、肚子、屁股。还有卡片。手是姨妈。脚。脚是。二头中区哦，不要夹。脚。蛮大。肚子。那个里面。肚子哦。不知道。屁股。屁股是改用。好，来，那个脚怎么讲？板大。肚子。点。好，那个什么膝盖会不会讲？不会。好，那我来问一下哈，现在有太阳跟云跟风会不会讲？太阳、云跟风。太阳。太阳跟云还有风哦。你不会就直接讲不会没有关系。不会。好，来，太阳、云跟风。会哪个？太阳叫马巴利斯。没关系，讲错没有关系。知道了，我记得。那云跟风会不会讲？天上的云现在有风。不知道。月亮跟月亮跟星星。冰豆嘎星星。月亮呢？月亮叫。问号。不会。好，跳过。白天跟晚上会不会讲？白天哦。叔叔会问生活的哦，没有问你很难的字哦。我是问生活用语哈、哦，不会哈、哦。白天跟晚上，我不会。好来，那个，你不要吃吗？叔叔来问动，叔叔来问动物哈、哦。猪、狗、鸡、牛。猪是。你就讲你会的就好了，好不会的就不要提。拔布。还有呢？鸡是嘟噜咕。又不是，他念错了。没关系，你不要管他。他母语念错。等一下，我再请你念就好了。你先念你知道的就念，不要怕念错。你就拔布跟牛还有什么？鸡哦。猪、狗、鸡、牛。狗是。忘记了。什么？阿柱。牛呢？不会。好了，谢谢哈。牛会不会？牛叫钢棒。那你说鸡怎么念？不会动。嘟咕。不会动。那个，来，叔叔问一下哈，老鼠、松鼠、飞鼠。飞鼠叫哈巴，那个老鼠叫做甘姆蒂。什么？松鼠。松鼠叫。不知道。好，松鼠会不会念？松鼠叫不知道。好，来，那叔叔再问一下哈，猫头鹰跟老鹰。老鹰是风来，又不是。你赶快念，你就赶快念，念错没有关系，你就念。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哈。猫头鹰跟老鹰。老鹰叫做古瓜。猫头鹰呢？不知道。好，来，那叔叔问那个蚯蚓跟蛇会不会？蛇叫做伊布斯。蚯蚓呢？蛇叫我们爸爸。蛇不知道。好，蚯蚓会不会？不会。那叔叔问你哈，水里面的哦，听好哈。青蛙、蝌蚪、鱼、虾子、螃蟹会哪一个？讲你会讲你会讲就好。鱼子、鱼竿。其他不会。对。好，谢谢哈。来，不要提，妹妹。那个虾子、螃蟹、青蛙、蝌蚪。它的那个鱼是那个鱼竿，就那个虾子、螃蟹、蝌蚪、青蛙。螃蟹是那个橄榄，那个什么还是什么青蛙？青蛙。哦哦。还有那个虾子呢？不知道。不会，蝌蚪会不会？蝌蚪不知道。好，谢谢啊。那叔叔来问会飞的哦。好。蝴蝶、蜻蜓、蜜蜂跟蝉。会的，我们去。会的你就讲，不会就是不会。不会。都不会哈、哦。蝴蝶、蜻蜓、蜜蜂跟蝉，还有。蜜蜂。通通不会吗？那个蝉叫毒蛤。毒蛤哈。好。其他不会了。那个苍蝇跟蚊子会不会？还有那个蛆，蚊子叫做 digas， 蛆叫做 suga。那苍蝇呢？不知道。苍蝇不知道哈。好，谢谢。
我走了。叔叔再问一点点哈，那个三枪、三羊跟熊，讲到做，妈，不用讲。哎，对，熊跟三枪、三羊会不会？熊是赌骂。三枪三羊会不会？三枪是三枪跟都不会的，都不会了哦。好，谢谢。会不会三枪三羊？三羊哦，不知道。赌桌西地，不要念，你要念就不来讲。都不会哦。我来问一下，等一下哦，谢谢哦。吃饭、洗澡、睡觉。吃饭是。你们都是蓝色哈，是不是？爸爸吃饭是茅屋改进。洗澡睡觉呢？洗澡睡觉都就不会了。洗澡睡觉都不会。洗澡睡觉不会。啊，你是？那叔叔再问一点点哈。木头、石头、竹子。石头叫法度。泥巴。泥巴还有沙子。我昨天那个呢？什么了？那什么了？木头、石头、竹子、泥巴跟沙子会不会？泥巴叫做打。沙子不知道。好，其他的会不会？木头跟竹子。木头叫。好，来。卢吉斯。我也是哈。好。叔叔再问一下哈，那个一样问单字哈，你刚刚问叔叔什么？没有。啊？为什么？有。来问一下哦。好，那我先问一下那个什么。很冷跟很热怎么讲？不会。不会哈。对。你会不会讲很冷很热？很冷是马嘎哈。很热是。很热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哈。对。那后面那个墙壁有没有看到？有。有没有图案？对不对？有。他们在唱歌跟跳舞，唱歌跳舞会不会讲？来，等一下我先问你，唱歌跳舞会不会？唱歌跳舞哦。唱歌跳舞是。不会呢，不会哈，忘记了哈，会不会？我不会。好，那个什么，他们身上有没有穿衣服？有啊。好，来，衣服怎么讲？衣服哦，也已经忘记了。好，衣服会不会？葫芦。棉被。棉被啊。巴达哈。好，没关系。你就讲就对了，不要怕讲错哈。要把它哈。那首先再问一下那个什么，好，来看这边。那个地瓜、芋头、辣椒、生姜会不会？还有盐巴。盐巴。地瓜是。讲你会讲的就好，其他就跳过没关系。有没有地瓜？忘记了。全部忘光光了。对。好嘞，来。盐巴，嘎西拉。芋头，呆。地瓜呢？地瓜叫，不知道。那个辣椒、生姜。生姜叫做。因为很多人在采生姜怎么讲？鲁鲁。好。不知道哎。没关系，你就念，不要怕念错哈。那叔叔再问一点点哈，那个蜘蛛、蚂蚁跟蜈蚣、蟋蟀、蚱蜢会不会？蚂蚁哦，蚂蚁是会不会忘记了？忘记了，全部都忘记了吗？好，来。蚂蚁叫做嘎罗。蜘蛛呢？忘记。蜈蚣、蟋蟀、蚱蜢。忘记。全部忘记哈。对。好，那叔叔再问一点点哦，来看这边，那个山怎么讲？我们唱一个蚂蚁的歌呢。等我一下，先等一下，山会不会讲山？山哦。忘记了。好，山会不会讲？不会。应该山很漂亮，山都不会讲。不会。要问哈，要问老人家懂不懂？好，那边有房子，对不对？房子怎么讲？房子是忘光了。房子会不会？辱骂。好，那个，等一下，走路跟跑步会不会？走路跟跑步。还有爬树那个爬，还有。还有跳，
走路、跑步、爬跟跳会不会？不会就说不会。我都忘光光了。来，会不会？不会。都不会啊。好，那那个跌倒跟掉下来怎么样？也是忘记了。会不会跌倒跟掉下来？从上面掉下来。从树上掉下来，还有跌倒、摔倒。木嘎嘎。那是摔倒吗？那个呢？木嘎嘎是才是那个啦，卡住。对，木嘎嘎。木嘎嘎哈。好，那叔叔再问一点哦。那个吃东西后，吃到盐巴很咸，吃到蜜蜂很蜂蜜很甜，吃到柠檬很酸，吃到辣椒很辣，会不会？吃到苦瓜很苦，酸甜苦辣咸，会不会这样？酸甜苦辣。来一个咸，会不会？不会。会不会？不会。好，那个她长得很漂亮，很丑，怎么讲？漂亮跟很丑。嗯。会不会？不会。会不会？蛮牛啊，很漂亮。嗯。很丑呢？不知道。好，那她唱歌很好听跟很难听，好听跟难听怎么讲？听跟难听哦。好听跟难听，会不会？不会。好，你会不会讲好听跟难听？不会。好，那什么，妈妈做的菜很香，跟或者是那个臭掉了很臭，很香跟很臭怎么讲？很香跟很臭，不会，我不知道。会不会？我不会。要问哦。好。哦，部落要问哈。那个彩虹会不会讲？不会。下雨。下雨哦。还有水，水会不会讲？水是不会。嗯。水、下雨跟彩虹，那个什么，水叫做南嫩。下雨呢？下雨是狗南嫩。彩虹呢？什么的？我写在一张纸，我不能煮的那个图腾还有什么，全部都在那个纸，在学校。忘记了哈。对。来，我问一下，彩虹上面有颜色哈，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、黑色、白色，这几个颜色你会几个颜色？老师都没有教，对。等一下，你会不会？会。来，再跟你讲，不会就说不会，不要讲没教。你们是布农族哈，住在布农族部落，自己要问，懂不懂？嗯。也不是住在台北，是高雄哈，这样。来，主持人再问一下哈。我就来问了，你会不会想把母语学好？好。会不会想把布农族话学得很棒？会不会？不会。为什么？你直接讲就好，讲你的感觉。什么东西？我说你会不会想把布农族话学得很棒？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我们是那个布农族的人呐、啊。对。就会觉得很棒。嗯。这样而已。好，很好。几年级？四年级。四年级，再讲一下国语名字。金雅轩，金雅轩哈，轩是一个草，一个宣布的宣吗？对，是哈。嗯。好，那布农族名字叫什么？摩。蓝色哈。对。好，谢谢。等一下哈，那你会不会想把布农族话学好？会啊。那会不会也想把赛德克话学好？想啊。那为什么想？因为我是布农族。是山上的小孩子，就想把那个母语学好啊，因为那个下礼拜六的时候，别的国小要过来啊，我们要解说母语全部，母语的图腾啊，还有什么的，下礼拜六，下礼拜五，所以我想要把母语赶快学好。好，那叔叔问一下，你们学校几个母语老师？两个哈。对。来，部落，你知道有几个母语老师？母语老师哦。等一下。多呢。部落，你知道的几个？大概。大概。你知道几个？大概。四个。啊，那你知道几个？大概就好了。怎么想那么久？快点。六个。来，等一下哈。来，
叔叔问你一下，部落有没有很多老人？有。有没有很多大人？有。这些老人跟大人会不会讲母语？会啊。会不会？会。那你觉得他算不算是母语老师？这些老人跟大人？算。算不算？算。那部落几个？很多个。有没有很多个？很多。100个、200个、300个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你们回来都有没有跟部落的老人家、长辈、邻居学母语啊？都没有哈，对不对？你在学校有教啊？学校教一个礼拜才母语老师来，一个礼拜才一堂课，够不够？不够，不够。你的国语现在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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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讲，你的母语要跟你国语一样才叫厉害。你现在都是讲一个字一个字还要猜呢。我现在讲蜜蜂、蟑螂，你都听过，你不会写嘛？蜘蛛，可能字你都不会写，但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。你都听得懂哈？那个母语就是用听的，多去问老人家。嗯。怎么样？你住在什么部落？布农族的部落，还是阿美族，还是赛德克部落？布农族。对啊，这边是不是通通都是布农族？对啊。那你应该学母语要学很快啊，不要一直讲国语。我已经会了，要多练布农族话，懂不懂？懂。那个老人家以后走了就没得学咯，学校教一点点来不及哦，你要自己学，学快一点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那学有什么方法？假如部落你去老人家那边问，问了他跟你讲了1000个字，你要怎么记下来？你要怎么记下来复习？嗯，就这样写在一张纸。好，一个是用写的哈，还有没有别的方法？有没有更快的？嗯，记在脑子啊。哪有那么多？他讲1000个、10000个，你怎么记啊？记在笔记本上面了。除了用手写，还有什么方法？嗯。嗯？不知道。好，来看叔叔手上拿什么？相机。不叫、哦、这不叫相机，这叫什么？摄影机。对，摄影机或录影机，讲一遍。录影机，摄影机。好，这是不是记？是不是很快？对啊。来看这边，叔叔录你是不是很快？对啊。录下来会有声音跟影像，你可以把你的阿公阿妈的声音录下来，懂不懂？懂。他们以后100多岁会走哈，走了你是不是可以第一个可以把他的声音记下来学母语，第二个是以后可以怀念他，对不对？嗯。现在赶快录哦，你看现在有的90、80一个就慢慢走掉了，懂不懂？懂。那除了叔叔手上这个录影机，还有什么可以录影？还有录声音？对，照相机也有录影功能，还有什么？收音机。收音机是听的，那个手机可不可以？可以。现在手机很多都很好，声音很好去录，懂不懂？嗯。手机还有什么？录影机。还有什么电脑？平什么？平板电脑。平板电脑是不是可以录影？可以啊。对不对？还有一个是录音笔或录音机，懂不懂？懂。主持人再讲一遍哈，录影机、摄影机，哦，有的照相机有附属功能，也可以摄影。嗯。然后手机。录音笔、平板电脑，这些通通可以录影录音。自己当母语小老师去部落去录老人家的声音。像比方说，你可以问说：“妈，我想吃饭，我肚子好饿哦。”这一句话怎么讲？去给他录下来，叫你的阿妈翻译，把它录下来。妈，这个衣服好丑，我不要穿。这一句话怎么讲？懂不懂？嗯。妈，帮我拿衣服，好冷哦。不让我拿外套，好冷哦，我要穿。我现在不想起来，太冷了。我想在棉被里面睡觉。怎么讲？你要讲一句一句的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而已哦。那问一下，我是女生怎么讲？会不会？拉姑，拉姑，比拿罗啊。哦，还不错哈。那我，你几岁？10岁。我10岁怎么讲？我是就不用母语。会不会？不会就是不会，没关系。你几岁？拉姑。马上。我10岁啊，你几岁？10岁啊。好，我喜欢吃妈妈炒的菜，怎么讲？会不会？会。有没有很难？很难。那就是平常你练习不够，懂不懂？嗯。你像听国语，叔叔讲这样，你听懂讲什么？但是母语你就不会讲。那个，比方说路上有一只白色的大公狗，会不会讲？路上有一只。白色的大公狗会不会讲？是不是很多形容词？很多。这个你要学哦，看这里来。哦，我今天穿了红色的衣服，黑色的裤子，
会不会讲？叔叔再复杂一点哦，我今天穿了一件红色的外套，跟黑色的长裤。好，这样有没有很难？难。好，还穿了一双球鞋。那你要会讲啊，这个都要去问，去录音，懂不懂？来看这里，用手机去下载你阿公、阿妈、叔叔、阿姨的母语，懂不懂？把平常会玩的，比方说，妈她打我，哦，这怎么讲？哦，昨天那只小狗咬我。昨天那只小狗咬我怎么讲？有没有？昨天了。我是比方了，你以后自己要造句啊。你去录老人家的声音，不是除了录单字后，像蜘蛛、蟑螂，对不对？还有蟑螂好可怕，啊，或者是那个蜘蛛在墙壁上会结网，很恐怖。这样讲一句话会不会？去把它录下来，是不是？好，爸爸上山打猎很辛苦。昨天哥哥他们打猎回来，有三枪，有三羊，有三猪。懂了，你要问一句，你们是不是有造句？有啊。对啊，你去问母语也是啊，就先问单字，再问一小句一小句，再问一个长句子，知道吗？那有时候练习会自我介绍啊，我是布农族的美女，好，我的爸爸是蓝色的布农族，他每天很辛苦的工作，哦，然后也喜欢上山打猎，妈妈喜欢在家煮饭跟洗衣服。还有教我们读书，这个母语怎么讲，要去录下来，懂不懂？你想到什么就录什么，然后存在哪里？电话、手机，或是那个平板电脑。对，存在电脑里面，或是 MP3。你存在 MP3， 那个 MP3 小小的话，可以当随身听听。你自己录下来的就停在耳朵里面，每天都练习，很快，很快，就很快就会了，是不是？去买一支那个手机，不要插。可以打电话，那个手机就可以录音就好了，或者是那个录音笔，叫爸爸妈妈买一支，懂不懂？那个一支不贵，几百块、一千块就有了。那你可以录很多老人家的声音啊，懂不懂？自己回去有时候在写功课，就把它放在那个 MP3 里面放出来，就可以当那个广播听啊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写功课，放自己录阿嬷、阿公的声音，或叔叔、邻居阿姨的声音。那你这样一听很快，那是我问的，那自己听就很快。是不是这样不难吧？你拿那个去录很快嘛，不是这样，你有时候写很慢啊，录是不是很快，马上可以听啊，是不是这样不难吧？懂不懂？叔叔到时候再帮你们放在网络上，你们可以看哈，你们到时候就打你们的名字就查得到。你就再讲一次，金雅轩。金雅轩哈，那你呢？甜心。甜心哈，一个音一个欠哈。几岁几年级再讲一次？四年加班，几岁？十岁。你是布农族，爸爸是布农族，妈妈是赛德克。对。哦，妈妈是赛德克村养的德鲁古人。对。哦，那你那个布农族名字叫什么？再讲一次。阿鲁斯。阿鲁斯哈。你的布农族名字嘞？摩啊。摩啊哈。那个布农族话，你好，谢谢怎么讲？米公米上。还有呢？你好怎么讲？你好是乌尼朗是不是？对。然后谢谢是米猴米上哈。对，乌尼朗米猴米上。好，再讲一次，讲一次那个。连起来的。那个加油会不会讲？布农族话加油怎么讲？有没有？加油。会不会？不会。不会哦，那就讲那个布农族话，你好跟谢谢来一杯气。米高米上，乌尼朗米高米上啊！再一次预备起，乌尼朗米高米上。好，那个新乡村的布农话怎么讲？西纳巴兰。西纳巴兰哈，西纳巴兰哈。那你们是哪一个社群？蓝色布农族话怎么讲？要问哦。有几个社？布农族有几个社？蓝色。有几个？总共几个？先算。有五个哦，来哪五个来？蓝色。郡社。蓝色。什么蓝色？有啊。什么蓝色？什么？有蓝色群啊。哪有蓝色？谁叫你玩红色群呢？蓝色。有蓝色。谁教你有蓝色的？老师。
有没有黑色？没有。好好，你蓝色在，还有什么色？是蓝色还是蓝色？你们不是蓝色吗？蓝色，我们是蓝色啊。还有一个蓝色。对，还有一个蓝色，但是那边已经没有人住了。谁教你的？好好，来听叔叔讲。哦，俊色、着色、卡色、蓝色，还有一个是单色，五个。你们 是记错了？怎么会有蓝色？有啊。好，我下次去问一下。以前有蓝色哦。好，我去问一下叔叔，去问一下哈，搞不好是叔叔记错了哈。那个，你们蓝色会不会念布农族话？蓝色会。卡色下八给哦。那蓝色怎么讲？不知道。要问哦。好。叔叔再问你一下，你自己可不可以当木鱼小老师？可以。哦，用什么工具？录音笔，录音笔。再来。还有录音机。再来，电话，也对，再来，录影机，对，再来，那个平板电脑，对，还有一个手机，对，有没有？那个录音笔跟手机有很便宜的，五六百、一千块就有了。啊？去找那个录音笔多少啊？便宜的五六百、一千、两千都有，很便宜啊。那个你可以录，他一次可以有时候可以录20个小时哦，30个小时很长。懂不懂？你一存下来，越存越多，你就去。像你看到墙壁上这个地上有没有？墙壁这个石头啦，还有那个画啦，什么都可以问，懂不懂？你现在把你的你会讲的国语，然后就去问那些布农族的大人说这句话怎么讲。你只要会讲任何一句国语，你都可以去问他布农族话怎么讲，把它录下来。这样你会变成超强，懂不懂？知道？布农自己练就会变得很厉害哦。学校老师一堂一个礼拜才一堂课，来不及教你啊，你都没有课啊。你到部落是不是全部都是老师？那个呢，有两节也不够啊。你下课那么多时间，你去可以问老人家，就问一问，可以问到1000句、10000句啦，知不知道？嗯。有没有听懂？看这里，你们说要练好，赶快去练哦。不是嘴巴讲讲，你是嘴巴讲讲还是真的想练好？想练好。想练好，赶快去练啊，懂不懂？你后面那个国中、高中课会越来越重，而且。很多都会住校啊，留校你这个时间就不够。现在比较轻松，赶快去学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有的时候你那个你叫什么星？甜心。甜心这个呢？雅轩。雅轩哦。有时候你录一点，两个交换听啊，看他录什么，录不一样的、啊。哦。懂不懂？然后可以讨论啊，知不知道？嗯。哦，自己要赶快，不然布农族的那个原住民的语言会消失哦。你们要学快一点，是不是？好。哦，后面那些是不是布农族的那个图腾？对啊。有没有？嗯、啊。哦，来，我问你一下，八部合音怎么讲？布农族话。不会哈、哦。不会。来，射耳祭怎么讲？射耳祭。来打屁股了哈、哦！你们最大的祭点，射耳祭怎么讲？不会。不会哈、哦。那个墙壁上还有很多那个小米祭，小米祭怎么讲？还有婴儿祭。会不会？都不会。报战功怎么讲？报战功。赶快去问，你不是要解说，人家一问你通通不会，打屁股了哦，知不知道？哪一组？布农族。你们是真的布农还是假的布农？真的布农。那真的是假的吗？还是真的是真的？真的是真的。那加油哈。好。去找那个有些大人。不要的那个旧的手机哈，或者是录音笔，知不知道？哎，我昨天在那个呢，我家找到两个手机，啊也有。那个可以插记忆卡，你问爸爸那个怎么录音就好了，嗯、知不知道？有时候爸爸在用，你说就你录爸爸嘛，嗯、或录妈妈嘛，嗯、录了然后把它存在电脑再还给爸爸妈妈就好了，知不知道？嗯、家里面有没有电脑？哈？有没有电脑？我家。嗯。有啊。然后还是买一个 MP3 可以插在 MP3 里面当。然后放耳。有啊，那个我哥哥的同学只送他 MP3。你要录阿公阿妈的声音，然后存成 MP3，然后抓在耳机，有时候走路、搭公车、出去玩都可以听。你这样学母语就很快。自己的声音要录下来哦，还有那个老人家回你的声音，比方说你问那个阿妈说，我喜欢吃妈妈炒的菜，他就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堆。
你把它录下来放出来听，那很快一下就学会了，一下就学会了，知道是吧？要加油哈。那手术先录到这边哦，再讲一次那个谢谢跟再见怎么讲啊，不是，就是那个你好跟再谢谢。好，招招手，拜拜。Oh, God.